弟弟挑战拆船棋24拆珠子棍儿。笑，昨天我弟弟连拆四盒，终于拆出了这期最火的传奇24，你们知道吗？不许笑，不许哈哈，拆出了 SGR 卡，基本上都是我弟弟拆的。今天我在这家玩具店也挑战一下，就是他吧，看看我的运气怎么样。小伙伴们替我加油，加加加加加加油，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哈，看看能不能我也拆出 S 积压卡，老板结账，加加加加加油，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。S 积压，哇，中了！哎呀，不是 S 积压，继续 S 积压，哦，给我来个 S 积压。不是 S 加，继续，一定要拆出 S 加 S 加 S 加 S， 哇，怎么全是 U R 呀？继续吧，一定要拆个 S 加，哇，这次连 U R 都没有啊 ！S S R， 好吧，继续，一定要拆出 S 加，全村的希望呀！S 加全村的希望 ，S 加全村的希望 ，S 加全村的 S 加，哎呀，没有啊！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